众朋友，欢迎收看我的旅程，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陈凯乐。今天呢，我们欢迎了两位来宾，他们就是苏硕安和沈俊宏，来我们欢迎他们一下。好，我们的第一个项目就是要回答一些在 tagboard 里面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就会由你们来回答。没问题。那我们就从这两个问题先开始吧。Why do we Kai and Huyen have to break up? And it's such a poor thing that Jeffrey died and everything seems like it's coming to an end. How many episodes more are left? Sean, 你要回答这个问题吗？哦，好 ，OK。第一个问题就是 Nicolette 所问的。OK， 对不起，如果我讲错你名，请再请 correct 我啦，在那个 tagboard。OK， 为什么把慧凯和慧云分开？应该会比较有看头啦，我不知道。就可能 scriptwriter 这样写，就是因为要给你们多一点戏看呐。他就觉得两个美好的东西不一定是要在一起的，就 two beautiful things cannot compare。OK， 对，就可能是这样啦。所以他们觉得把他们分开可能会有更多的情节，可能慧云最终会跟一个新的男孩子在一起，就因为大结局的 ending 真的是很奇怪，我也不懂为什么会这样啦。最终我也不懂他们会在一起，你们拭目以待吧。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Jeffrey 死很可惜，应该还剩这一集播出应该还剩两集，然后就希望你们能多多支持啦。对，好，那俊宏，我问你啊，你是演 Jeffrey 对吗？会不会觉得自己在戏里面死掉，很像 like 没有什么戏再演下去，很可惜？不会啦。因为假如说死掉过后，他还会有幻想症，这样我还会突然间抱抱，给一个 surprise。哦 ，maybe 在最后集突然间还有另外一个幻想症，我就会再抱抱多一次。对，也不是说一死就完全没有 scene star， 对不对？死了还有蛮多 flashback 嘛，所以戏份不用演太多戏也有戏份，不错啊。这种或者他梦见什么东西，我又出现。对，或者烧星子他的那个烟变灵魂。好，那有些人会忌讳来拍这种死掉的戏，你会觉得会倒霉还是什么吗？不会啊，反正这个只是拍戏，他喜欢拍他喜欢拍死掉的戏，容易吗？躺在那边趴就可以了，就拍完了收工回家。对 ，OK， 好吧，那我们再来看其他的问题啊。OK， 下一个问题是 Jasmine 问的，他的问题是在戏里面不是有一个 scene 是有一个医生戴眼镜的那个，他是不是叫 Teresa？ 剧本上显示你要回答的。OK 啦，他应该是叫 Teresa， 对，饰演医生的，是你认识的吗？Teresa 我是认识，但是戏里面应该有好几个医生，你是在乎哪一个医生？就是我幻想症那一场吗？应该是我幻想症那一场，就应该是 Teresa 啦那一场，对，就。还有下一个问题是123和 Joe 问的，他们是说一个是说你有 hallucination 很好笑，另外一个是说演技过分夸张。那你对他们所说的有什么看法？其实我接到这种 comment 的时候我会蛮开心的，因为我自己很少有机会能因为很少就是可能导演很喜欢我，真的没有，很少很少有人会跟我讲，你演技哪里不好哪里不好，所以我都是靠我观众还有靠我朋友告诉我，你哪里可以进步哪里可以进步，所以其实对剧本就是讲要有幻想症，所以可能我对这方面就少很多经验，因为我的演戏的细胞还有我的experience 啊，其实是蛮浅的啦，比任何一个人都浅，蛮浅，最浅应该是我啦。OK， 所以对我自己就一定要，如果看到这种对吗，会 actually motivate 我读 work harder 啦，然后会让我去YouTube 图多这种看多一点节目，看学多一点，吸取多一点经验，然后会在以后的道路上再用去 apply， 然后会进步，所以要谢谢。Joe 和123还有一些朋友的支持，不是支持啦，谢谢你们给我意见，对，给我意见进步啊，谢谢你们。看哦，我们的演员都是很专业的哦。屁啦。对啊，很专业。谢谢，不然你有 read up 你有去
学要讲演完。嗯，这是一路来的，只是那时可能学不好，因为我觉得新加坡戏应该很少有幻想症，连很难找到。哎呀，借口了，是我演不好了。哎呦，对呀 ，OK， 那希望我们有回答到你们的问题。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呢，就可以在我们的 table 里面留言，那我们也可以帮你们回复。对，在节目中可以帮你们回答，所以下个礼拜嘉宾会帮你们回答了。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广告，等下再回来哦。